113年8月24日17时11分，刘兰驾驶自小客车沿向上路6段左转第一车道，回转往沙鹿方向行驶。于绿灯起始时，自称加速过猛，回转后失控，横越分隔岛，冲撞同向左转第二车道，姚兰驾驶之自小客车而肇事，造成刘兰头部擦挫伤、姚兰左肩擦撞伤及三位乘客头晕送医检查，所幸均无生命危险，全案依事故处理程序调查处理。